7月29日，蔡卓妍、三 boys、关智斌出席中国原创动画《孩子的天空》在香港动漫节的现场活动。蔡卓妍更是当场大秀绘画才能，不过他自己坦白，现场的画稿还是有作弊的。咁啊，亦都系艺术啦、美术啦，同埋技术嘅结晶添啊！仲要咧，我哋咧会有，系、我问下新 boy 先。系呢个系阿胡汉三嚟噶，系啊，胡汉三啊。胡汉三嘅特色系咩啊？好啦，不如我哋请埋阿马 Sir 上嚟啊，好嘛？评下分，讲解下嚟，好嘛？我自己是蛮喜欢画画的，对，以前读书也是读 art 啊、读 design 的。那刚刚那个画其实是有点作弊的，对，因为大会可能希望可以可以我们快一点完成，所以他已经用铅笔在下面已经轻轻的画了一个这个主角，所以我们就很快可以跟着那个线条去画。并不是第一次担任配音的蔡卓妍，这次在《孩子的天空》中为一个男生形象配音，惹得他也搞不懂为什么导演总会找他配男生。问到他是否喜欢韩剧时，他表示非常喜欢，并且在众多韩国艺人中，他希望与润有所合作。然后看完之后就觉得，哎，原来中国的原创动画的水准原来已经可以有那个国际的水准，所以希望中国的原创动画可以越来越好。都有试过要配小男孩的声音，对啊，不知道为什么很多人都很喜欢找我配男生的声音，可能觉得我样子比较像吧。喜欢看韩国的电影，对啊，我很喜欢 Rain 啊。